五名护士获颁我国护士行业的最高荣誉，表彰他们在护理服务、教育、研究和管理方面的杰出表现和贡献。他们在今天的颁奖仪式上，从尚达曼总统手中接过奖状和10,000元的现金奖。这个奖项的颁发对象包括了公立和私立医疗机构、社区护理部门以及教育机构的护士和助产士。候选人由机构、公众或同行提名。